喂，大家好，欢迎嚟到呢个动漫废物嘅港漫咬借帮。咁新方法大家做紧噶啦，就系上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收听。咁大家即系有好多渠道支持我哋，例如有 PayMe 啦，你见到个 screen 而家有个 QR code 啦，咁有个 HSBC account 啦，咁另外咧有个物体叫 Super Chat 嘅，喺即系 YouTube 嗰度就系咁啦。咁即系大家都知道，如果屌鸠我哋，尽量用嗰个比较好，因为咁我哋先睇到嘅。系啦，咁样另外就有冇啲咩宣传活动要讲下咧？在座各位有啊，有一个宣传活动一定要讲嘅，同我哋台关系密切，但系亦都同我哋个直播节目咧系有好大嘅 contradiction 嘅，就系我哋嘅友好嘅朋友啊，美剧人咧，佢哋今日系四周年嘅，佢哋转头会有直播嘅，系啦，同我哋争生意嘅。哦，冇错啊，开两个 browser 啫嘛，系啊，开两个 browser 一齐听，左边耳听动快入。咁呢啲係基本啦，咁啊恭喜九叔佢哋啦，佢哋都教得有声有色啊，咁啊非常之恭喜佢哋嘅。另外有一个宣传呢，就係、是、之前做过呢个萬事勝意嘅活动啦，就係、是、由好似16位啊，今年啊 ,sorry, 唔记得16定18添，16位好似係16位漫画家一起去搞一个 campaign 嚟嘅，就係、是、喺年30到年初二嗰几日呢，你喺佢哋个 Facebook 度留言呢，咁最快嗰啲朋友，好似20位朋友呢，就可以獲得一張 postcard 咁樣啦。咁由於要集齊一套嘅難度都幾高嘅。咁我唔知道呢漫遊者係出賣咗啲乜嘢嚟嘅啦。咁總之漫遊者就屎忽瓜，我唔知道。我真係唔知，亦都唔特別想知啦。咁總之就漫遊者就情商到呢兩套返嚟嘅。咁呢兩套當然就係用嚟送俾大家㗎啦。點送呢？未知未知，真係未知。因为毕竟有16位漫画家嘅参与啦，我哋叫你答嗰一两条问题，又太过简单。要你答晒咁多条问题咧，又好似有啲太 hard。咁啊，谂紧到底点样玩，我哋都谂紧。咁所以咧，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留意住我哋嘅 Facebook page， 记住系 Facebook page。虽然我哋大多数嘅 post 都会 share 翻去我哋 Facebook group 入边啦，咁始终 page 咧系最优先发布嘅一个地方嚟嘅。近来我哋都尽量可能用多啲个 Facebook page 去出我哋嘅新 post 啊，或者我哋一啲关于我哋台嘅动向。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翻多啲我哋个 page， 令到嗰边热闹翻多啲。我头先唔记得识 Jingle， 啱啱有人睇咗，我识咗啦。哦 ，OK， 唔紧要啊，呢啲都系动态嘅观赏啦。另外仲有啲乜嘢宣传呢？好似冇咩特别啦，哦，啲咩开仓啊、画展啊，中立开仓完咗啦，啱过咗啦，啱过咗啦，个礼拜六日。喂，咁我讲少少啊，另外之前咪司徒剑桥本画集出第二版嘅，喂 ，OK， 佢画过个封面，第一版系拜一郎嘛，嗰、那个超神二世入边嘅男主角。中一郎定白一郎嘅叫做白一郎，如果系嗰个嘅话，第二版咧就转咗做银铃，嗰、那个女主角系咪叫银铃啊？系系银铃，咁就我谂内文就好接近嘅，但系就转咗个封面，咁其实都有诚意嘅，咁样就咁就有兴趣嘅就可以去即系各大书报摊嗰度买咗，可以储存一套啊。仲有虽然净系得个封面唔一样啊。咁另外就我同阿漫游者咧就入手咗呢、這个，我谂郑文超就佢讲啦，咁但系就入手咗呢本《郑文之三国演义》画集啊。咁其实咧佢系入边就有即系当然郑文画嘅即系各个嘅三国人物啦。咁其实隔篱嘅文字咧就系由呢个麦阿利，即系嗰时同佢一齐夹阿鼻剑个编剧。是不是編劇呢定是要編劇編劇咁就寫咗嘅，其實都幾有趣喎，見佢寫嗰啲即係關於講關於呢、這個鄭文唔係 sorry 呢個三個人物嘅一啲事蹟。咁另外後面會有啲專訪係講返啊，即係我都揭過下啦，呢、這個關於鄭文老師啦，例如佢訪問咗一位叫做小川和久嘅，其實就係以前喺日本負責呢個鄭文之三國志嗰間 game 公司嘅，其實嗰位即係日本人啦、啊。咁佢就分享啲往事啦，例如嗰陣時畫咗好多畫俾嗰間公司做即係做呢、這個嗰件嗰個 game 啊嘛。咁佢就做完嘅時候就還曬原稿俾鄭文嘅。咁啊，鄭文老師隨手問一問佢啊，你最中意邊張啊？佢話長板波嗰張啦。咁跟住鄭文就送咗個張俾佢簽個名咁樣。
咁另外呢本書都幾有誠意，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啲書呢中間有時咪有啲廣告紙嘅，即係可能講緊嚟緊有咩書出啦咁樣。咁呢呢本嗰張廣告紙呢其實就係夾住嗰本，其實就係鄭問畫嗰張長板波，即係趙雲救啊柯鬥嗰張畫啊。咁後面就係講嚟緊有咩新書出啦。咁我睇一睇，原來係喺故宮呢，即我講係台北嗰個啊，就做緊呢個赤壁與三角嘅特展，咁就係呢個2019年1月25日至4月14日嘅咁樣，咁所以先出呢本書。咁老實你問我，如果你鍾意三角鍾意鄭敏嘅畫呢，呢本就必然要入手㗎啦，因為即係鄭敏老師嘅畫呢本我都印得唔錯，因為藍毛姐唔喺度，我就即係佢專啲啦，佢成日有時話印啲畫出嚟啲色就沉嗰啲印啲色唔靚，我覺得呢本還可以嘅，感覺上我望落同埋都幾靚啲紙，但我唯獨不滿嘅就係點解唔係硬皮囉，我覺得呢啲硬皮好緊要。哦，封面嚟講。係啊，即係對我嚟講呢啲草㗎嘛，你真係老實係買返嚟第一下揭揭嘅啫，唔係硬皮我就覺得爭嗰啲囉，即係大家知道我講邊硬皮啦，就係、是、美即係一般買港漫畫集都係硬皮補嘅。我唔記得咗佢對上嗰本故宮好撚大本嗰本呢係咪硬皮㗎？好似冇出過，有冇出過硬皮呀、啊、鄭文？因為我記得對上好大嘅好鳩大，係直情係啊係萬幾多幫我攞，唔係嗰個嗰本係個書盒，其實連埋書盒嗰個呢就其實入面本書一樣嘅，但係佢就呢個就連埋個書盒啦，同埋入面另外送咗張佢又係印出嚟嘅，即係叫做複製原畫啦，細細張嘅。咁、就原來本本唔同嘅撲佢個街，我攞到嗰張就阿鼻劍，阿麻姐攞到嗰張係呢個掌書無忌，我記得係。其實我鍾意掌書無忌多啲。唔係，但我想我意思嗰本，我唔記得嗰本係有冇硬皮㗎。有嗰本有硬皮的，有硬皮、okay ，我記得好似系，因為其實我冇攞過出嚟嘅，所以我唔知系唔系硬皮叫做。因為我買普通版系咪硬皮，我已經唔記得咗啦。又系收完本書，博客來訂完，收完本書擺埋耳邊就冇理。有盒嘅可能都搭硬皮嘅、因為博客來買咗盒版，盒版、我嗰個系垃圾平民廢柴。你咁樣講嗰啲，即係唔係個買嗰條友買嗰條友係呢個版本，係啊，咁樣樣嘅。咁就有少少失望啦，唔係硬皮，但係老實，我記得香港訂就300多蚊到啦，咁就係唔好講，唔好搞講人哋冇生意嘅。咁香港訂嘅就300多蚊啦，係。至高都有得買啦，係啦。頭先我翻嚟之前去咗信貨，有得買啦。咁我覺得就呢本值得嘅，因為老實有時鄭敏啲畫可能你未必中意讲緊可能佢有啲自己嘅創作，例如咩深邃的深邃美麗的駕駛、啊。但係我諗三角就好多人中㗎啦，咁即係有句啦，鄭敏老師嘅話即係要中，即係中意嘅就一定好中意嘅。咁我覺得如果200多-300蚊值得買囉呢本書，問我就印刷 OK 嘅，真嘅真的。我覺得啲色都唔錯。咁當然啦，鄭敏老師就梗係睇實物最好㗎啦，咁樣就所以就是咁樣啦，仲有冇啲咩想講一講㗎？嗱，上官嗰本同埋阿司徒劍橋嗰本書就上個禮拜講咗啦。我想補多幾句。係。上官嗰本，因為呢我之前買完嗰個禮拜，我話就咁立呢覺得佢 scanning 嗰度做得好咗，冇之前嗰啲鬆玉蒙嗰啲情況。係啦。咁好抱歉，原來仔細睇返之後呢有幾頁都係有呢個狀況出現嘅。咁但係我覺得比起之前係好咗啦，即係佢雖然鬆玉蒙，但係我勉強都仲睇到啲字，因為之前係畫其實係點都睇到㗎啦，因為佢唔會過分到畫你都睇唔到嘅。但係之前嗰啲就係鬆玉蒙到一個地步，係你連啲字都睇唔到，唔知道呢嗰頁講緊啲乜嘢。咁今次係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咁樣呢係睇得到啲字嘅。咁叫做我唔知算唔算係好咗，定其實啲稿個本質好咗啦。另外其實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我不知道上次茅姐好像是沒有在上次節目講到的、最有趣的一個，這本書最有趣的一個位置就是上官小寶的一個相處四年回憶錄，就是講他在玉郎公司的時候的一個專欄來的。其實那這個專欄呢，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呢他每一句都有骨的，你見到 是不是你自己認住咋，即系可能系咯，即系我扑街啦，系啊！但系你见到佢系会不断嗰度，就系譬如佢入边有一次讲咧，就系话佢同黄山有啲叫做争执啦。咁咧佢就谂住系大阿黄山，就系话，屌、哎！
唔做啦，喺屋企翻工，因为佢哋系嗰个位嘅问题啊，佢个座位嘅编排嘅问题，咁佢谂住就大鸠阿黄生就，诶、哎，屌我唔捻做啊，喺屋企做自己画就算啦，咁谂住可以大到黄生争到个位翻嚟啦，点解知黄生用嗰个方法咧，就系望住佢笑，完全唔出声，望住佢笑，咁啊跟住。过咗好耐，黄生都冇出过声，直到一个位咧系阿小宝即系要认低位啦，咁先至叫做解决到呢件事啦。咁佢就喺度讲啦，呢啲咪就系老细咯？点解我做唔到老细啊？点解我输咗俾佢？咁样啊，呢啲位你见到小宝系有啲骨嘅，几有趣，我觉得呢啲位置。但系我又唔知道，听江湖传闻黄生喺港漫界都算对员工唔错嗰啲人嚟嘅。佢又冇话佢对员工唔好，其实应该咁讲啦。毕竟小宝上官小宝同黄生，我谂叫做同一辈人啦，亦都系两间龙头公司嘅老细。咁然后俾黄生统一咗，成为咗黄生嘅员工。有啲不是未而都唔系理解唔到嘅。亦即系喺其他漫画家嘅口中得知，其实上官小宝呢位前辈其实都系一位好和善嘅前辈啦。其实个人缘都非常之好嘅，但系我谂作对一个竞争嘅对手，可能有少少即系点都有少少感觉喺度，都理解嘅，都理解嘅。咁呢个专栏都几有趣啦。咁同埋，因为我唔知道，因为佢写紧呢个专栏嘅时候系喺。好应该系喺玉龙公司入面做緊嘅。咁到底呢个专栏点解嗰陣时会出到呢，定其实呢个专栏唔系喺嗰度出呢，我就揾唔到啦。咁其实我觉得呢度亦都系同埋牛仔讲开呢，就系话呢本书作为一本叫做上官家族嘅漫画集啦， suppose 呢个出发应该系个珍藏性比较高嘅。但系佢个印刷佢个制作我都觉得唔得啊。譬如佢入面一啲嘢都冇一啲内容咧，冇翻一啲专依家嘅专栏去介绍翻当时个背景，咁我系有啲失望嘅呢样嘢。咁希望如果譬如小威嗰边佢哋会继续出落去嘅话，可以呢个位快吞一下啦。因为毕竟我听闻佢哋系想继续出落去嘅，但系即系继续出可能上官家族漫画集二咁样。咁但系、那个收藏价值我谂要再提高啲咯。咁另外咧就。有人问啊，新义哥可唔可以分享下情人节破财故事？咁另外同埋佢都讲句就话咩？阿添二月十四会流嚟，知唔知咩嚟啊？我知，梗系知啦。O K， 梗系知咩噶啦？好串喎、啊，你呢句。唔系问，点解阿添冇听嗰只歌啊？唉，真系而家指风流啊，就喺度串救人啦、啊。我惊阿添冇听嗰只歌、啊。我先会话，每一次见到新义哥嗰啲相，我都好开心。越开心，又讲一次开心。搞你开心咪就系扑街咯。你谂下，教识你呢个道理嘅阿基系点样啊？佢觉得心寒啊！阿基系关心嘅朋友，呢啲幸灾乐祸嘅扑街。诶，最尾就开心啫。系啊，咁啊，破财嚟讲就因为啱啱入樽嘅呢个新装品又出齐。喂，不过我都收到佢寄过嚟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话 poster 要迟搞，因为四月啊，因为好似话。个作者要揸执张 poster， 咁就啱啱咧，根据呢个东立嘅官网，天下就啊 ，sorry， 天下嘅官网咧就啱啱收到嗰个买台湾都唔系尖端嘛，台湾尖端，佢就话啱啱收只碟，不过而家仲寄碟嘅，点解？仲觉得好得意，因为我睇系写日文字喺上面，即系人哋真系寄只碟俾佢，咁就应该可以开始印啊咁样，系咯，咁就。佢嗰我記得係第唔知十九定第二十期個封面嚟嘅，即係新版，即係成班人坐喺定唔知十六，我唔記得咗，即係主要後期嗰啲封面嚟嘅，就成班人坐喺度。不過我攞啲書喺手啦，發覺原來有幾期特別厚嘅。係啊，佢口薄好唔一致。係啊，口薄好唔一致。咁但係即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其實應該都會不加思索咁入手㗎啦。咁希望大家買到心頭好啦。係咯，咁另外就講書啦，我想講講西遊。我知乜大家冇睇、啊、三国完咗咯 ，sorry， 大家有冇睇噶？有，就啊，所以我知有人忘记，因为我都系冇带书翻嚟，咁咪唔记得。咁就三国，上回讲到终于杀咗个只上几回啦，就终于杀咗追杀啊
佐持即系主角嗰只怪啦，咁亦都啊嗰、那个系十常侍张让就走咗嚟睇睇，咁就闪咗啦。咁之后咧就开始散播啲怪兽喺度作乱，咁就系呢次病毒嚟嘅。其实第一只就系搞瘟疫嘅，咁因为啊暗恋啊曹操嗰条女咧，小纯就濑咗嘢，咁啊佐持就配咗佢去嗰条病人村嗰度，咁咧就见到刘备。咁之后呢就点呢，跟住呢佢最新期讲到佢就因为阿佐持有嗰隻精灵嘅物体喺度傍住佢㗎嘛。咁呢就终于感应到嗰隻嘢啦，就大打一场。咁我觉得呢最近阿和仔呢梗係蛋包哈撒，因为丧尸咁撚样。嗰啲佢控制嗰班人同埋嗰隻嘢嘅造型，我感觉阿和仔我以为佢系打三无双，原来因为三无双八咧系服 game 嚟，所以咧我谂佢停咗啦。应该唔会服啦嘛，唔系，I mean 系唔会玩紧Resident Evil 二 remake， 因为即系 remaster， 因为佢画呢个系全稿嚟噶嘛。牛仔之前话佢其实已经画即系西游尾嘅时候，佢已经画到呢个位噶啦。嗰阵时系未出 Resident Evil 二嘅 remaster 噶，系，但系真系好鬼迟，咁唔知啦，咁就。开始有少少上力，咁其实和直都讲过就话，咁咧就因为有人话刘备系扑街，有人就话刘备伪善，亦都有人话其实刘备系好人，咁佢觉得人有好多面嘅，咁坊间都好似对刘备偏正面，咁其实话佢正即系正面啲都冇问题，其实但系其实我呢想讲咧就同本书无关嘅。如果我冇记错咧，督温唔系搞 membership 嘅，咁佢哋入 membership 系送月历噶嘛，二月都就系完咯。你仲送月历啫？年历，年历系二月都就嚟完啦。老实，就算你下期开始搞得嚟，你印得嚟，你记得俾我，都三月噶啦。即系你送咗一个已经唔使啦，照褪啫嘛。系咯，即系如果系三月出，咁系咪系由四月开始噶？去到下年嘅四月咯，系啦，四月到三月系跟财政年度去嘅，系就唔系跟呢、這个即系点啊月历去嘅。系啦，咁财政年度去嘅，系啊，咁啊逼你要续期，系啊，三月续期先好啊，临尾谷一谷个 sales 咁，好似我觉得就真系即系好古怪啦，会货多啲税啊，真系唔知啦，咁所以就即系快啲搞啦，和仔，佢咩都未搞掂，唔知啊，但系，唉，真系，即系，我觉得和仔一嬲做嘢都。好听呢个慢工出细火啦，冇听就真系好慢啦、啊。例如火龙啊，你条捻切捻咗噶啦，喂，唔准提噶嘛，又唔准提。火龙五系唔准提噶，火龙五啊，会俾人掟落街嘅，你冇睇过片？唔系佢啲靓俾人掟落街啫，我系佢客，照掟咯，我系佢客个大佬，唔可以提啲有咩嘢噶。大致上咁就OK 嘅，咁同埋就啊，我以为佢个 IP 我唔知买未，但系暂时就好似冇见大陆嗰边有啲咩 launch， 应该多数都应该卖咯，我睇个样就应该都卖了。未公布嗰啲，但系其实你谂下佢嗰啲设定好 RPG 嘅啫嘛，即系例如你又走个村道，跟住又遇到刘备啊嗰啲，其实好 RPG game 嗰啲 feel 噶。唔系，可能又系佢哋用嗰种方法系迟香港少少咧。哦，一定系嘅。咁啊，等你煲得就煲先啦。简单啲讲就。同埋，你俾钱买书嗰班条嘢强啲啊？吓，哦，即系你讲免费睇。系啊，我免费睇就一定要迟啲嘅。如果你咁讲，但系我讲个 I P 可能有啲咩搞作啦，唔知会搞咩啦。即系有啲咩后续嘅搞，即系好似以前。即系之前《西游记》会《西行记》会改做动画嗰啲啊，系嗰啲就应该要迟少少啦，可能要嘅。咁你都要有翻咁上一份量，佢先做到呢啲嘢落去。吓，佢都咁讲真，佢都冇乜料俾到人啦。如果你咁讲，即系十期八期，起码要有十期八期嘅稿先至有。即系你唔佢，即系和仔嗰只，佢唔系写定晒所有嘢故事大纲嗰啲，跟住掉出去噶嘛。系啊，佢系要跟住故事一期一期咁去咁样，即系可能几期几期咁度嘅，咁佢得头一期，咁佢可能自己都未知自己个故事嘅走向系点样。但系我谂话和仔都有啲计划嘅，因为我记得佢提过，其实三国应该系大概
50期左右嘅份量㗎嘛，喺佢依家嘅计划入面。係。係啦，咁我諗大致上佢有预个有个预算嘅，当然 extend 就唔係啲乜嘢奇怪嘅事啦。差唔多啦，因为其实三国我觉得都好睇嘅，追抗性都喺度嘅。但係我略言佢今期揾嗰、那个瘟疫出嚟嘅时候太过容易啦。佢就係问咗刘备呢度边个做喺呢度好耐。咁刘备又话冇啊，呢度入早入嚟嘅病人全部都死晒㗎啦。咁如果唔系病人系义工呢，我囉阿牛囉同埋王义囉。咁阿牛又屌鸠佢，刘备又系即系同佢一直有沟通开嘅。咁所以佢就问一问阿王，即系走去睇一睇阿王义，原来王义就已经系啦。中间调查嘅过程系零啊。咁我觉得呢一点我有少少失望。即毕竟我会諗嘅係佢要喺一个咁样嘅逆村入面搵一个俾暗灵上咗身嘅人，或者直情係暗灵化身嘅人，到底会係点样搵，点样知係佢走去问一问阿王二，然后王二係自己爆勇㗎喎。即连今年都指住佢你就係杀人凶手，咁个凶个杀人凶手都话唔係啊，佢死嘅时候我同你都喺度食緊饭㗎喎，咁样。咁跟住今年先破解佢嘅時間差殺人法咁樣㗎嘛。咁呢度係完全冇呢啲嘢嘅，咁有啲失望嘅都。但係整體都流暢，同埋你會想睇個古仔點樣玩落去，因為畢竟我覺得即係用左慈做主角係贏好多嘅，就係、是、你會想知道個古仔點樣行囉。係啦。咁就大約係咁啦，咁我亦都希望和仔佢即係打應承咗啲嘢快啲做啦，火龍又好啊，你個 membership 又好啊，乜柒都喂你切就當眾啦，最好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係切就當眾切，咁就大家高興啲就開心啲啦。好，咁就第一次不如到呢度為止先，我哋要少時間準備下一次睇下再講啲咩書，咁就轉頭見。